接下来要为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家的小主人，叫庄小溪。来，小溪，我们欢迎你来分享。大家好，我是庄小溪。然后我从小大概快要从小了，都在这个教会长大，看了这边就是十二楼改建啊，九楼改建啊，八楼改建，还有一些事情。好，所以我现在要来讲一些有关于我在这个教会所体验到还有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从小我出生在一个应该算是传统信仰的家庭，就是妈妈那边阿公以前是一贯道教的，然后爸爸就是传统信仰，对，所以我小时候生过很多次病，就是因为生过很多次病之后，然后呢爸爸妈妈当然会想办法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嘛，然后呢就常在一些什么行天宫啊，或者是我以前在台中住啊，就是台中的一些教会啊，不是，就是一些庙里面，然后就是可能会有那种光明灯，就是一排，然后就是看到一个那种灯，对，然后就是可能上面花了可能多少钱啊，然后一个月放你的名字在那边，可能祈福还是什么的，对，然后当然可想而知没有用，所以呢，我就常常在马偕医院这边住院，我在这边住院大概有可能十次差不多，就是。小时候真的体弱多病，然后就在这边住很多次，然后也常常陪妈妈出来这边附近可能逛逛街啊，旁边的菜市啊，就看看一些什么有的没的。但是呢，就是走过看过，只是没有日过双脸教会。然后到了我小一小二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叫熊可欣，然后呢，他这次也受洗了。然后就是他带我来双联教会，然后我都没有想过说，我以前在马偕医院住了那么多次的院，从来都没有遇过双联教会，虽然一定经过很多次，而且就在我们家旁边，我们家就是过一个锦州桥之后就到了，对，所以很近。然后就是从小我就是很皮的一个小孩，其可能现在也是很皮啊，哈，然后就是很坏啊，常常叛逆啊。所以很多很多就是可能那些同学啊，以前在主日学同学，然后就这个过动，然后不要跟他玩。但是就是有很多主日学的老师，就是常常会接纳我，然后带我一起去做一些可能就是一些美术作业啊，然后带我背京剧啊，然后想要好好的就是照顾我这样，然后不怕我被其他的同学欺负还是什么，就是会努力的照顾我，所以很感谢他们。但是呢，到了大概快国中或者国一那段时间，我曾经离开，就是离开双联教会很多次，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星期天啊，然后就觉得哦有功课啊，或者哦好懒哦，然后就算了不来了，反正也睡过头了嘛，就算了，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呢，就可能在国二的时候吧，我遇见了两个在教会中对我很好的人，我先来讲第一个好了。第一个，这当然是我的彭牧师，还有彭牧师娘，就是那个时候，好，先掌声鼓励鼓励啊。就是那个时候在青少年牧区的时候，他带领我，然后呢，让我在这个教会中有一些转变，然后呢，他让我在这个教会中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我来发挥，他找到我的长处，他找到我的益处，然后就是会帮助我，然后在这个教会中可以发光发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苏执事有在，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小六的时候开始拉大提琴，然后其实也就是刚开始学而已，就是只是有兴趣而已。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说在我们教会有管弦乐团，他带我到我们教会管弦乐团，虽然我还是拉得很差，但是他从来不会放弃我，就是依旧鼓，好、啊，谢谢，依旧鼓励我，让我在这个团体中继续成长。然后我现在在这边，我觉得就是大概在国一、国
有了这两位恩人的带领之后，我觉得我开始有第一段新生命的成长。然后呢，我相信在这次的洗礼之后，这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有新生命，新的人生的第二段成长。谢谢大家。谢谢小溪。